现在紧急的录一个视频啊！我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别墅，河边的一个别墅。那然后呢，今天上午呢就很早起床，很早醒来，醒来以后呢，各种的不舒服，各种难受，躺在床上就很无聊，睡也睡不着。那我想呢，跑步吧。就拖拖拉拉一直拖到现在，我看这样一直拖到现在才去跑步。那么我今天就遇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就在这个我从这边桥这里过去顺着这边跑，哦，我从那边一个门出去，然后过这个桥往这里跑，是从那个楼房的背面跑一直就跑到就这条街的前面转左。那我很久没跑步了嘛，我就属于是慢跑呢，就这个街我没法拍，现在很窄了嘛，就他们居民区的这种街道也可以开车的。然后就遇到一个老太太，就对面突然对我说，你今天不要赌博啊。啊，我当时我也没听清楚，好，坐到里面去讲吧。老太太跟我说，你今天不要去赌博，你看我衣服都还是湿的呢，我刚刚跑完步回来，马上趁热跟大家讲。他跟我说，你今天不要去赌博，不要去 MBS。 我当时听了，说实话，我老太太因为前面还有两句话是用那个福建话说的，我就没有太在意，知道吧？我不知道他是在跟我说话还是自言自语。然后他就停下来对着我说，我在跑步，我慢跑，他站在这里，他对着我说。那我就皱着眉头，我说您说什么？马路很窄嘛，我说你说什么？他，你今天不要去 MBS。 他，你今天会输很多。我跟大家讲，我今天还就真的是预备去大干一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明天是子月，说从明天开始，这个是十二年当中最坏的一个月，庚子年遇到子月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今天是三十，明天是冬月，也就是子月的初一。我今天真的是准备去大干一场的。老太太跟我说，说完这个之后，我就很纳闷，你知道吧？我就停下来了，我就走到她跟前去了。我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会去赌博啊？而且你知道我会去金沙？她说，你从我边上过来靠近我，我就知道了。我说，我心想有这么神奇的事吗？这个好像反光很厉害是吧？我说，你认识我吗？他说，你不要去就好了。我说，你是不是看过我的视频啊？我怎么看那个样子，他这个年纪的老太太都不像是看视频的人呢、啊，而且还会来关注我，而且能看到我的视频，而且会来听我的视频啊，对吧？我说，他反正就一半应该是福建话，一半福建话，一半这个普通话，就跟我说，你不要去读了，你今天不要去 MBS 了。MBS 哦，他不是说金沙赌场哦。他用 MBS 来表达了我，
好奇怪哦，应该是70岁左右的老太太。我当时我就反应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就反应不过来。我说一个老太太在街上边上没有一个人，很大声的这么跟我说这件事儿，你想想，她还说你今天不要去赌博，你今天会输得很惨。我都不知道这个视频等一会儿我到底发还是不发，因为说出来肯定是没人相信的。那么紧接着我就谢谢她，她就还不停地说，我当时我就搞不清楚嘛。我就给他竖大拇指，我谢谢谢谢谢谢。然后他就念阿弥，他说你多练佛。我说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我一边念一边我就跑走了。我又跑到这河边河对岸的时候，我一想不对呀，我为什么不趁机多问他一些问题呢？大概又过了半分钟左右，不到1分钟，我就又往回走。这几条街我找不到他了，老太太还拖一个车，就好像那种买菜的那种车啊，就那种带轮子的那种车，背个包，圆圆的脸，我再回去找什么都找不到了，就这么神奇。而且呢，我今天还给我的一个朋友，我还给他发了，我说从明天开始你们要小心。好吧，我不知道这个视频我讲不讲，就是那个讲不讲那个，有点，因为我对风水啊这些东西啊，我也不太懂，讲出来的也是一个半吊子，所以大家可以去查一查，庚子年的子月是对我们非常不利的，而且呢，人很容易有冲动想去赌博的，我今天就有冲动，我想既然从明天开始是最不好的一个月，那么我今天就大干一场吧。好吧，我就把这个事情给他报告一下。那么正好呢，有新加坡的朋友在这里呢，今天去 MBS 都小心一点啊。当然了，老太太可能是对我说的，可能对你影响不大。那么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，也是给大家一个警醒警觉，好吧？好，这些事就说到这里。